承认我喜欢程程，我希望能和他在一起。那就好。父母，父母，你们愿意跟我跟父母来谈这个决定？妈，对不起，那我等你结婚谈好对吗？对，没事啊。啊，你有事吗？我放弃了，我真的不行。李湛，我要和你坦白一件事。你说一遍。我承认我喜欢程翔，我希望能和他在一起。小易走了之后，我很怕再投入情感，不想一个人。我也从来没想过有人能让我改变。在南山，我承认我对他有点心动，但我以为只是心动。我也一度努力说服了自己，对他只是在。可是我错了，是我一直没有诚实的面对自己。我亏欠小易的，亏欠你的，不应该拿程翔来换。无论如何，对不起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。